彼得前书一章第六节，彼得前书一章的第六节，找到咱们开声来朗读。一二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好，读到这里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交通，住在主里面。神要不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呢？要。要不要试验你的信心？要。而且是百般的试验，要试验一下你的信心。那么你在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上帝也给你加环境。加环境的目的是要叫你有信心，要叫你在环境中间求告他的名，他好加给你信心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前面有喜乐，后面有忧愁。什么时候有喜乐？就乍开始听这个道的时候，可高兴了。但高兴完了，马上就忧愁了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一开始听这个道可火热了，是不是啊？心里像燃烧了一样，特别特别喜欢这道。见人就传，逢人就说，最后上帝给你苦难，苦难是试验你的信心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信这道吗？你信这道，上帝还给你苦难，行不行？可以不可以？这神真不讲理，我都信他了，给我苦难。就跟神俩讲理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信的时候那么甜蜜，那个时候是正好是吃奶的阶段，甜不甜蜜啊？这特别特别甜蜜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什么阶段呢？甜蜜期，甜蜜期，那喜不喜乐？喜乐，天天你心里高兴，高高兴兴的。没有愁事儿的，见人就咧嘴笑，这倒真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倒好不等于没有试炼，是吧？倒的确是好，但上帝必须给这些个真正在基督里得到甜蜜的人，给他们试炼。行不行？你愿意不愿意？愿意吗？苦难呢？不愿意也得愿意。这是必经之路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不愿意也得。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经之路，因为只有经过这苦难，把你前面那个甜蜜。这个甜蜜阶段，得救的甜蜜阶段过去了，变成得荣耀的苦难阶段，是不是啊？甜蜜和苦难，他俩哪个好？这是苦难阶段，到苦难这个阶段就不甜蜜了，前面还甜蜜，高高兴兴，后面不甜蜜，在最后呢？咧嘴笑了，因为这苦难和这甜蜜，他俩都得并行。神就要叫这两样并行，好叫你忘记背后的事情，这才能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上。是传道书说的，是不是啊？神叫这两样都并行，不是光甜蜜，还有苦难呢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光高兴。还有痛苦呢，
但这都是至善的、至清的。神要试验所有人的信仰到底在哪扎根的。不管今天你预备好是没预备好，他都得试验。因为这个试验既显明出了预备好的弟兄姊妹，又显明出了没预备好的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考试老师考试给你发卷纸的时候，不管好学生坏学生，学的好学的坏都得发，是不是？这卷纸不能不发，不能因为你说我没学习好就不发给你卷纸了。发给你卷纸是要把你所学的成绩显明出来，看看你到底学的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神要试验个人的信心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。你想过你要被上级试验吗？那因为至高者要试验你，对不对？神是不是试验亚伯拉罕？试验。亚伯拉罕前面都信了，凭什么再试验呢？咱们看一段经文，就看创世纪，看看上帝对亚伯拉罕有没有不试验。创世纪第22章，找到吗？第一节，一二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即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。”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给燔祭。好，亚伯拉罕信不信？成不成义？看15章，往前翻15章啊。15章的第6节，亚伯拉罕是在神试验他前诚意的还是后诚意的？前是后？前。都诚意完了，怎么还试验？有人这么想，不理解是不是？理不理解？神为什么在诚意完了还得试验他？我们看第6节，第15章第6节，一二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时候亚伯兰信不信神？信。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试验他？为什么要试验他？他是不是全世界信心之父？对不对？信心之父能不能够避免上帝的试验？不能。不能。他就是信心之父，上帝也必须试验他。试验他，要叫他成为多国的父，要叫他成为信心的榜样。所以必须经过试验。我问弟兄姊妹，耶稣被没被试验？亚当被不被试验？亚当在伊甸园里被不被试验？被。摩西被不被试验？是不是验？是。你被不被试验？是。你不能透过这个试验的。你说我不被试验了，我都信了，我都殷殷诚意，亚伯拉罕殷殷诚意，上帝还是要试验他，叫他献上以撒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咱们今天试验完了，好献以撒呀。献以撒是哪个人？新人。不试验你没办法献以撒，献以撒不试验你的信心，不能被人看见。上帝要把你看不见的信心变成能看得见，借着试验变成能看得见的，给后来的世代人做榜样。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老师考学生目的是什么？把好的学生给他显明出来，他学习的成绩成为全班同学的什么呢？榜样。所以神做了这件事情，人总是不理解。当你真真实实的明明白白的知道了上帝为什么要试验我，住在基督耶稣
上吊誓言，你就做好准备，在没誓言前做好准备。你看，上帝誓言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的燔祭柴都预备好了，都在家里预备，绳子、火、刀都预备好了，是不是？神一呼召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，把你的独生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到摩利亚地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献为燔祭。”他马上就动身了，收拾好，大清早就动身了，带着以撒，带着仆人，带着驴，就往哪去了？往神指示他的摩利亚地区。你所走的方向必须是上帝指示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得救的功夫必须是上帝命定的。神试验就是看看亚伯拉罕照不照着耶和华的指示他的去行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要不照着找个地方，这那么远，摩利亚地离我家那三天的路程啊，腿走三天的路程啊，那干脆咱就找个就近儿，咱们这近地方就上那前面山上，把以撒献上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正好是犹太人建圣殿的地方，是不是圣殿的地方？就是圣殿的什么呢？根基。那么如果亚伯拉罕说，我今天我献以撒，我不到摩利亚地去献，不照着神指示的地方去，能不能蒙神悦纳？你看看旧约的所有的，包括挪亚，他造方舟照不照着耶和华指示的？包括摩西建会幕，照不照着耶和华在山上指示的？什么样是真正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？凡事都照着他。他要试验，我今天必须预备好这个试验的心。假如今天我不给讲弟兄，不给弟兄姊妹，我就给你讲律法恩典罪，律法恩典罪。我下面不讲了，谁要试验人，我也不讲了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将来要经历各样的患难，我也不讲了。等你到遇见患难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站立得住？啊，我就讲前面的，我就不讲后面。我就讲前面的得救，我就不讲后面谁要试验你。你会怎么样？试验来到你会怎么样？发怨言，抱怨，是不是啊？哭哭啼啼的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你就会这样，这是自然的反应。那么今天无论何事，咱们都要在上帝在我身上没有试验的时候提前预备好的，这是最聪明神的儿子，最聪明的。咱们不是等到临到的时候，这件事临到我的时候再做准备，那就坏了。所以彼得前书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由忧愁变为喜乐，这个基督徒才是对的。下面怎么能变为喜乐？叫你们的信心具备试验，竟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他要试炼什么？信心。你说你信的，但你得借着一个环境把你的信心表明出来呀。这信心在哪表明出来？在试验中表明，是不是？神要借着什么试验？是环境啊。这环境不一定是好环境，多半都是苦难。他要把这个看不见的信心借着在环境中间把它表明出来，这是上帝要试验你。
好不好？你得救的信心，上帝要不要显明？你得荣耀的信心，上帝要不要显明？你得赎的信心，上帝要不要显明？都要显明啊！不是叫你偷着。耶稣有一句话说：“隐藏的事情，必然怎样？显露出来。隐瞒的事，必要被彰显出来。”这隐藏是不是信心？信心是不是在里被隐藏的？等得表明出来，等得显露出来。啊，都得显露出来。你看看亚伯拉罕这个信，上帝要把他借着献祭撒这件事给他显明出来。只有显明了，才能后来的世代人才能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信心。好，雪勒的夫人摸耶稣基督衣裳，其实都是偷着干的，是不是都偷着干的？他里面的信息也是偷着的，我要偷着摸，我偷着信，就偷着干，干完了，完了之后，上帝耶稣回头了，不能偷着来，是不是回头就说他了？来来，谁摸我了？来，是耶稣不知道谁摸他了，还是已经知道谁摸的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显明出来，我专题讲了显明，弟兄姊妹听过没有？听过。专题讲的就是要说这件事儿，神从来不隐藏任何人的信心。你偷着奉献的，但你是背过人，你偷着奉献，上帝最后也给你显明出来，你信不信？你偷着信的，上帝要把这个偷着信给你显明。神绝对不能，你偷着信的就把你这个信给你隐藏起来，一定要把你偷的这个东西给你表明出来，对不对？福音能不能偷着传？不能。教会能不能偷着聚会？不能。不能的，这不是偷的，咱也不是贼，是不是？咱不是小偷，偷着干什么？你越偷着，别人越以为你怪。你越不偷他习以为常了，他们就在这就聚会，习以为常，就什么事儿没有。你越偷着点越完蛋，你不能偷着，是不是？偷偷摸摸处对象，背着你爹和你妈处对象，早晚得知道，都不得知道啊！你偷着处对象，你要明目张胆的处对象，他你妈你爸看着习以为常了，可能就同意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净偷着干，对不对？神不是一个偷偷摸摸的神，神是个光啊！神既然光，他要把所有的不管好事坏事都得显明出来，把坏事显明出来，告诉你要把这坏事借着信心，靠着圣灵把这坏事拿掉。是不是啊？把好事显明出来是要干什么呢？张扬出来，张扬出来目的是什么？成为所有人的榜样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显明这件事儿。那信心不被试验能不能显明？它是不能显明的。那信心只能藏在心里，只能我自己心，我偷着心，对不对？偷着信行不行？遇见环境啊，这不就把这信心给表露出来了吗？是不是遇见环境都表露出来？所以上帝就借着环境，是环境是最好，患难是最好显明信心的这个，患难是最好显明信心的什么的工具？上帝借助这个患难的工具来把你里面的看不见的信息表明出来。环境能不能看见？能。苦难能不能看见？能。这是工具，神借助于苦难这样环境的工具，要试验人的信心，把里面的信心表彰出来，表明出来的。因为这信心是神给的，凡是神给你的东西都表彰出来。基督的身体是不是神给的？表不表明？表不表彰？基督的生命是不是神给的？表不表明？
都得表明啊，都得把它彰显出来啊。不是基督生命住在我里面，我就偷偷摸摸的就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啊，住基督里面，在我住里面住了，住了就不用显明了，显不显？显，一定会显的，是神要显的，不是你要显的，不是我要显，是上帝要显的，清楚吗？这显明出来了，对你对所有的人都有触动。你看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显明之后有触动的？平时在里面隐藏包裹的，谁也不知道。薛乐夫人就是偷偷的，心偷偷的摸一下，在她身上也起果效了，但这果效没被别人发现，是不是啊？没被别人发现就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，对不对？上帝要是要叫所有有信心的人成为别人的榜样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，显不显明？显明。你里边就包藏的这种东西，上帝要把这种东西借着另一件事把它显明。换的环境是不是另一件事？借着另一件事把这一件事表明出来，那就是上帝的誓言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看圣经里的话，奥不奥秘？你看神，这个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，他是试炼人的神，他是考验人的神，他是要把信息表明出来的神，他是要把光亮彰显出来的神，他是要把形象的样式，主那个形象的样式彰显出来的神。他绝对不能叫你今天有了神的形象，好包在里面，那就变成放在哪里了？斗底下或哪？窗台底下，只有环境，只有患难，才能把你里边那种东西给你彰显出来。听懂了吗？春天，你看那树，开放的，开花结果，什么树就开什么花，就结什么果，对不对？对。包括杨树，它有杨树那种种子，有办法散发，是不是？那绿就是彰显的生命，你看看。眼前一片的绿，郁郁葱葱的，是不是啊？神要在每个人身上做这件事，但有的顺服呢，神在他身上所做这件事顺利的显明；有不顺服的，这件事就显明不出来。在患难中，他有信心，显明信。你不说你信吗？给你患难看信不信？给患难还信，就说明他的信是真的。咱给患难就不信了，这患难是假的，这个环境就筛选出来他的信心，就表明出他的信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不是啊？神要把真假显明出来，因为世界上尽是真的，除了真的就是假的，真先知假先知，真基督假基督，真义假义，真善假善，是不是啊？说都有真，真信心假信心，真忍耐假忍耐，真盼望假盼望，是不是都是有真假啊？真神机假神机，真异能假异能，真启示假启示，对不对？整个这个世界上就存在真和假这两样，真理和什么？和谬妄的理，真神和假神，但上帝都得显明啊。有没有假信的？有。信耶稣他假信，他虽方畅饮，别人说这道对他也说对，别人说错他也说错，别人翻道了他也跟翻道，你说这人真信假信？假信。你不信你看看，现在我走过的教会里假信的很多，假信的占多少？60%，真信的只有40%，只有40%，不是没有真信，真有真信，有没有假信的呢？假信的占60%，这些假信的都是那个教会的领头人说这道好，他就说这道好，他自己里边有没有个人？
有。你说这件事影不影响失恋？谁影不影响失恋？要不失恋，他怎么说扬长或者叫筛麦子呢？那扬长是干什么？他要扬尽他的长，把子力和康力给他分开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筛麦子也是这样的，他要把麦子和康力给他分别开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麦子和麦子分开，狼和羊分开，上帝是要分的。不失恋怎么知道你这里这信是真的假的呢？当然上帝知道你真谁真信谁假信，但他必须叫所有人都看见。所以你今天看别人信你也来信了，别人被盗了你也跟着被盗，这就说明你是瞎眼的，那个领你那个人也是瞎眼的。这叫瞎眼领路，都掉进哪里去了？一定都掉进坑里去了。所以上帝试验，对不对？你每信一个道，上帝都要试验，所以才叫百般的试验。你每信一句话，上帝这句话绝对不能放过，保证你会试验你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你信不信这句话？信。这句话是不是永恒不变的？是不是神的话？是。永恒不变的，神的话永恒不变的，神的话永恒不变的。当你信这个永恒不变的话语，你就是神的儿子。当你不信这个永恒不变的话，你一定有问题的，你的信仰一定会有问题。所以上帝把你信仰，别人知道了，还要把你信仰生命。你说上帝知不知道亚当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？为什么把分别善恶树造在那园当中？就是要试验他，叫全世界人都看，对不对？活在肉体里的亚当，被造的亚当，就一条条都守不住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我们守十条能不能守住？守613条能守住？他就是要试验这件事，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那个属肉体、属血气、被造的亚当一条都守不住。你今天不要试想我用肉体去守什么，你也不要试想我在主面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，你也不要凭血气在说话，好不好？你凭血气说话是谁在说话？人在说话。当你凭信心说话是谁在说话？是神在说话，对不对？神在你里边说的话，你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凭信心神保守你，你就永远不失落。凭眼见，凭肉体，你有一天你会失落的，是不是啊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凭血气，是不是啊？三次不认主，一连三次，都没挪窝，就一连三次就不认主了。说明什么？再强的彼得，再有力量的彼得，凭血气说话照样跌倒。所以上帝要试验人的信心，看你的信心是真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还是在肉体里头的自信。他给他筛选出来，神的意义、人的一生都得分辨，分不分别？它是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叫你区别，所以因此神才用一种方式，用一种方法来把这件事显现出来，他们是真的是假的。神永恒不变的真道，说一句话是永恒不变的。你若信这永恒不变的，在试验中间你还信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4:22，小子们，14:22，兼顾门徒的心，劝他们行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行守所信的道，这里边说，兼顾门徒的心，行守这句话，兼顾，
是不是坚固啊？为什么叫你坚固门徒的心呢？坚固，来，横扯。现在必须坚定。第三，坚固埋头的心，横竖，你看看坚固，就是不动摇的，借着主的话坚固所有埋头的心，好不好？坚是什么？结实，固是什么？有不动动摇就不能动，是不是？牢固、坚定、牢固、蛮足的心，恒守，恒是什么？永恒不变，守所信的道，因为他的道是不是永恒不变的？是，他永恒不变，你就得永恒不变，你才是属真道的，对不对？他不变，你变了，就说什么？你不信道。他没变的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，但你在这道上变的，这说明你根本不属永恒，你根本跟永恒无瓜葛，是吧？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进的道。所以我们，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经不经历？经历。你要不要经历？当经历来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怨言？你会不会埋怨主？神就看看谁是真的，这信神要看看谁是真的，真信的人在这中间坚固不动摇，永恒守住这一道。因为我知道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他拿艰难给我当饼，拿困苦给我当水，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。他不改变，那么今天我就不改变，对不对？他改变，我改变了，这说明我跟永恒有没有关系呢？一点瓜葛都没有，你和神的道一点瓜葛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挑着心，挑着心啊！咱现在就挑着心啊！圣经我就挑着心，有的地方不信，有的地方信，挑着心。什么叫挑着心呢？哪个对我肉体有利益的，我就信；哪个句话对我肉体没有利益的，我就不信。昨天我在上一个点讲道的时候，凡我所吩咐你们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凡我所吩咐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凡我所吩咐。凡我所吩咐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咱遵守神的道，挑着遵守。跟我肉体有好处点，我就遵守。善良众多，变个底面。我哪想啊？我哪想？善良众多，变个底面。这得生养众多呀，变本地变呀，是不是啊？亲手做正经事儿，就不知道那正经事儿是什么事儿。有没有误解这经文的？亲手做正经事儿，是不是啊？是劳碌得来的。那这经文呢？这经文在圣经都能找。传道书是不是有着吃劳碌得来的？对不对？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是不是啊？团面团蒙福，筐子也蒙福，是不是啊？都进去做买卖也蒙福，不听道照样蒙福，不敬畏照样蒙福，是不是啊？这种想法的人多不多呀？多。所以上帝不试炼行不行？啊，谢谢。你是否在基督里住？那还有有益有失就当知足呢？就是。
那经文你怎么给扔了呢？专门把这经文不解从肉体上的事儿。今天我们不能误解神的道，好不好？好。多劳碌多得，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，都往哪想了？肉体里想，什么得荣耀啊？不管的事他不关心的事咱就关心什么？儿孙满堂的，万事如意。心想事成，升官发财，是不是啊？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没有就埋怨上帝，只要不合我心我就开始发怨言。都往哪想的？在生活里，在生命里，在肉体的现象，在基督里，都明显的吗？是不是实现出来？试验出来了，一试验就知道他不在信心里头，对不对？以利亚，你祷告三年零六月不降雨，因为以色列全部拜上巴利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我要祷告不降雨这事儿，可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因为我祷告完了，天不降雨，我也挨渴，我也挨饿呀。伊利亚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啊？伊利亚有没有拒绝上帝的吩咐他去祷告？有没有拒绝？没有，没有拒绝。他没想这些事儿就去祷告，三年零六月不降雨，伊利亚活活的被饿死了，饿不饿死了？没有。不信你试试看啊。俺的家里头，俺家里头没有俺啊，俺家里都被饿死了。俺家里头我不劳动啊，俺家里都饿死。你死一把试试，你看你死了，你家里能不能都饿死？你可以做一个试验呐。你要说这句话，表明在主的面前夸海口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你死一把试试，看你家里人有没有人养活，有没有？会不会有人养呢？别把自己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，你就记住，这个世界没有谁，地球都照样转，你信不信？别总我，俺家就得我，甚至有人，那老公在外面赚钱，他也上外面赚钱去了，老公赚的不行，不能单靠他赚，我也得赚。那怎么你去赚钱？那还聚会呢？还聚会去？那聚会就聚会去也行，不去也行。你告诉我，聚会重要是赚钱重要？聚会，聚会重要。啊？是不是？怎么今天早上说我不去了，我在家里搁那听就行了？我这就做饭，别想这个事儿啊。玛利亚选择了什么好的夫妻，他坐在主的脚前听道，好不好？你要做马大，等讲完道你再做马大，就两天的时间，一个地方只能两天的时间。你把这个机会，别人说回家听，回家听和在现场听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他就绝对不一样的。你自己在家里听试试看，吃饭那个事儿啊，将就将就就可以。但听到这个事儿不能将就，你看哪个重要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很关键的，是弟兄姊妹，你这个心态问题，你的信心的问题，一定要在听到的时间，第一个时间到达，等着听到。这个心就像那小鹰雏等着老鹰回来喂一样，那个小鹰雏等老鹰抓食回来的时候，它嘴不张。你小鸟崽子，不信你看看，哪个张的大，哪个张嘎嘎嘎，伸的越长，脖子伸的越长，哪就得到先到。不一样，你信不信？哪个崽子不张嘴，黄嘴鸭子那扁扁，不要。那个大鸟。
肯定不会把这食物把你嘴都憋开往里，会不会？不信你上你观摩一下，我经常观摩那大鸟喂小鸟，那小鸟都黄嘴鸭在那嘎嘎嘎嘎，一个大鸟一来了，它嘴张多大来着？咬，咬食物是不是啊？谁吃的多，谁长得就壮实，谁长得壮实就先出飞。你信不信呢？今天基督徒想不想出飞？想。想不想出窝？想出窝得多吃。不是多肚子里多吃，在肚子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这个就当知足啊，这是主说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这不负吃多少都无所谓，但你属灵的生命，一个基督徒必须先把它填满，把它丰盛起来，好不好？将来跟随你的，就是与你同行的，与你同在的是属灵的生命，不是属肉体的生命。属肉体的生命一瞬间就要离开你了，他跟你不是一伙的，你信不信？信。他绝对不能跟你伴随你一时到永永远远，而是属灵的生命是真正的你。你把属灵的这个生命忽略了，光去为肉体的事儿忙碌。你问儿啊，你怎么不生孩子呢？结婚了就两年了，傻？傻不傻？而不生孩子不是你的福气吗？生了孩子一下怼你怀里了，怼怀里了，怼怀里一个孩子你干嘛？听到？一会儿嘎尿了，再一会儿嘎拉了，再一会儿嘎热了，再一会儿嘎冷了，再一会儿嘎病了，你来吧。你听到？你听什么到呢？奖赏被人夺去了。你儿不生孩子，这是你最大的福气。那不生养不怀孕的，未经过产难，那得有福了。这是不是圣经的话？是。这是主就这么说的话，为什么有许多人听进去？这表明主说的话你没听进去，那还得生啊，得传宗接代呀。给谁传宗接代呢？你儿生了孩子，还能姓你姓啊？你这女的，这不就贱吗？给男的生完儿子了，完了再给孙子抱孩子，再给重孙子抱，再给那个外孙子抱孩子，你说贱不贱？啊？你是基督徒，你不是世人，生养不是一件好事，是痛苦。对女人来说，生养是个痛苦。你怀胎必要受苦楚。你生产儿女必要多受苦楚，这是不是一种咒诅啊？不咒诅是什么？不生养不怀孕没有丈夫的有福了，是不是啊？不生养的已经有福了。一天扯了个孩子，你说一个小姑娘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天天幻想幻想我有白马王子的丈夫，一下子找这个丈夫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两天怀孕了就不喳喳了，都不搭干嘛？出门啊，都一开始蹦蹦跳跳的，是不是？天天蹦蹦跳跳的跑，最后一下有个孩子肚子大了，还蹦蹦蹦的，一下把笑就给他窒息了，对不对？最后生下孩子，天天围着这孩子转，你说他还能乐起来吗？有小姑娘变成什么了？小媳妇儿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一点点孩子长大了，变成婆婆了。好事坏事，这一生都为男人服务了，你信不信？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最好的途径，就是不再为自己活着，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，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，好不好？你别想我今天养儿防老，这件事你别想了，上帝不会教你的儿子养你老的。你儿子都养老了，全世界的儿子都养老了，全国完蛋了，你信不信？都养老了，你就不指望上天堂了，你就想着我养儿防老。所以上帝就知道，他说我叫一家五个人
今天怎样？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对吧？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。你的仇敌就是你家的人，你养大了他，跟你成仇了。你有一点达不到他的满意，结婚的时候管你要这要那，就要好的，达不到他的满足，给你一下子就气死你，一句话就噎死你。这就是神为什么说，不生养不怀孕，未经过产难的，有福了。你看这女人，这一生的病，是不是？结婚就开始有病，那小姑娘没病，结婚就开始有病，这个病那个病就来了。你来吧，你天天都围绕着病转。你就算没有儿女，你还有围绕病转，天天围绕着那个生活的范畴，是不是啊？好不好？都说不好，都说不好，但是呢，还得那么做呀，还得生啊，使劲生啊。啥时候生，生不动了再不生。我今天讲的不是我的话，是圣经话，别赖我。王弟兄，你净讲实话，你怎么净讲实话？这是不是实话？是。谁说的实话？神说的实话，你听不听？有的人是找禅理呀，没有禅理找，到处找禅理，是不是啊？那找禅理的人，这个禅理就缠住了你，你说你好不好？一动动不了，上山也上不了，上这也上不了，有禅理，还聚会。现在为什么这个同会找没禅理的？心智好的、忠心的、经常听道的，是不是啊？要找这样的人，有禅理的能不能去？我一心奉献给主了，有禅理的能不能一心奉献给主？跟腓力士赶那个牛车的那母牛一样，有禅理，家里有崽子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家里有崽子、有禅理了，他能不能很好的拉牛车？不能。边走边嚎，边走边回头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腓力士人的方法。今天上帝要叫所有的人放下一切重担，他说你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上帝要叫所有人放下重担，所以神要试验个人的工程，试验每个人的信心，看你的信心在哪里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，苦难是试炼个人信心的最好的工具。有地方叫患难，有地方叫苦难，患难和苦难是一样的啊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，找到咱们一同来读，一二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好，感谢主的。患难生出什么？神要试验所有人的信心，在哪里试验？试验患难，他试验的工具是患难，试验的目的是叫我们的信心，即被试验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这是试验的工具。神问，有人问你或者别人问你的时候，问神用什么试验的？
这信心不会试验成熟。试验的目的是叫你们的信心级别试验，就比被火试验能不能获得进步更显宝贵，好叫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得着什么呢？称赞、尊贵和荣耀。这是试验的目的，是叫是不是上帝要显明这些事儿啊？你的信心不被试验，就等于不被火试验。好，咱们现在啊，我手里有一把最好的菜刀，这把菜刀呢，谁看了谁都喜欢。我真有一把好菜刀，家里有一把好菜刀，切菜好又快又不锈，而且样子是特别好，那把也很好，谁看了谁，这菜刀在哪买的？都问。你想想，这菜刀得经过多少次的加工，经过多少次的火呀？经过冷，经过热，是不是啊？烧红了，再经过煎，还得经过捶打，是不是啊？还得经过怎样呢？磨、抛光、开刃，那个把呀，都不是普通的把。握上的把特别特别中间鼓的，而且是很弯的，而且是特别特别滑的，特别特别顺手就不磨手的那个菜刀，好不好？这叫趁手的菜刀，经过多少次火？那么咱们的信心经不经过火呢？经过，被火试验仍然能快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在上帝眼里看，这信息试验跟比金子、比那金金更宝贵的，上帝喜欢。上帝喜欢什么？喜欢什么？你看看，圣经里有信心的人都被上帝夸奖。你的信就是照你的信为成就，是不是啊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就。凡事都能了，对不对？挪山移山靠不靠信心？成义靠不靠信心？得荣耀靠不靠信心？得奖赏冠冕靠不靠信心？是不是？跟仇敌征战靠不靠信心？信心重不重要？信心这么重要，人竟然忽略了信心，就在环境中的看出来这个人忽略信心了，不信了，是不是？得救完了之后下世界，神一给这环境来一样。就开始发怨言了。你说他是在注重信心，是高举信心了？谁注重信心？神就是他的神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代表什么？以撒代表什么？是不是盼望？雅各代表什么？信心、盼望、爱情。你不信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嗣，你不信不能跟亚伯拉罕同得奖赏、同得冠冕，你不信得不到上帝任何的应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叫你的信心进入世界，这是信心的目的。最后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你能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上帝会把这样上好的福气给你。所以第三节是这样说，第五章第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，好像跟刚才那句话矛盾的，那个他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，是不是说忧愁啊？是彼得前书六，就是一章六节说在百般的试炼中忧愁，这个在百般试炼中，当时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就忧愁了，对不对？当我忧愁，我知道是什么目的的时候，就是在患难中，我就开始欢欢喜喜的。你没明白你忧愁啊？没明白是因为你不听道，结果你听道，你没存道。当你被存道的时候，患难和环境来到的时候，你也听。
到了，你说王弟兄你讲的道我听了三天讲了，多不多？多，三天讲了，都怎么听的？这耳听，这帽子，黑瞎的白苞米，黑瞎白苞米怎么掰的？掰棒是这么一掰，没存住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有的人看古书是看完了就忘了，忘了，也没少看。还有的人看圣经，他说我一眼看三行，这叫不分题不倒嚼的。这样的在上帝眼看是什么？污秽不洁的动物。污秽不洁动物就怎么样？一眼看三行。在我们那地方，弯沟有一个叫姓杨的杨世铎，现在在北京来那撒过呢。他是个回族人，信了耶稣之后稀里糊涂的跟他祖宗遗传，全是接受祖宗遗传。他就告诉王弟兄，我教你个看圣经的方法啊，一眼看三行。我说我达不到，我就一眼只能看一行。我一眼看一行，我知道这里的意思了。他一眼看三行，不知道。他说我读圣经读了多少遍呢？500遍啊，50遍。他说我读了500遍，因为我一眼看三行。真不真有？到现在圣经没画他，到现在没明白。他不是读圣经了吗？那你读没读圣经？你读圣经怎么读的？有的人听到啊，你看着啊，我告诉你有几种听到的。有人听到把这电脑打着了，电脑上放王一浩在那讲道，人哪去了？上这溜达一趟，上那溜达一趟。听懂吗？有的人听到怎么听的？道理讲的什么内容他不知道。王弟兄，你的道我都全听完，你讲的道我都听啊。隔几天来问我这个事儿，隔几天问我那，我说这都讲完了，你不是都听了吗？你都听我都讲了，我都没听全。你说完不完了吧？没听全。我劝弟兄姊妹听到，一定不要把电脑打着了，人跑了。你给谁放的呢？你放到给谁放的？怎么听到的？还有人听到，他怎么听的？那大背喧喧的，枕头陷陷的，那还没听到。一会儿。睡着了，等我等他睡醒的时候，自动的都放到好几讲了。你看他从第一讲听着，现在已经5讲了，睡了5讲啊，5讲几个小时？5小时吗？1讲70分钟，你看不看吗？就这种听到能明白吗？有的人听到恐怕的耳朵听不着，都详细的再听一遍，不行再往倒回去再放一遍。有的人听到这不听，人家是坐在那地方听到，有的人躺在那地方听到。你说这个心态能不能好了？还有听的怎么听的？我告诉你，还有一种，王弟兄把你讲的道全都听完，你猜他怎么听的？他这样点个头，关了；上那个又点个头，又关了；上那地方点个尾，又关了。这也叫听？你这种听到一辈子都不会明白。所以他口里一说的话，我看还是对经文不清楚。他就这么听能清楚吗？他不但点我的，谁他都点呢？什么季风文的，什么孙保罗呀，什么李辉辉呀，什么小兵啊，什么平耶色呀，他都听。还有听杨威的都听。
你说这样听道的人能清楚吗？啊，这道叫他怎么听的，就这么听的。就你家里，你如果你认真听道，可能你家里的人因为你认真听道，他也在那听。你这点点放下，你那点点放下，你家人一辈子不能得救。就你这么听道方法，这是稀里糊涂的人呐、啊。这就是我昨天说的王云兰，就这么听到。啥喝的他听？你完了之后听完到底问问他怎么回事？啊？啊？啥也不懂，是不是啊？光是外面一个火热，你上哪传道去说？他大包小炉的没少背呀、啊，甚至你手里拿几的，我一拿来。他身上全挂他身上去了，最后呢，被盗了。他说什么被盗？他说将来白色大宝做钱，我们都得接受审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生受审判了，来生就不受审判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死，在地上就接受了基督的审判，审判从神家起手。被管教了，今你得救，这就是审判完了。将来白色大宝座前还审判你吗？你在生命册里头还审判你吗？他就因为这句话，就是基督徒非得受审判，就告诉我王弟兄，基督徒就得受审判。你要讲不受审判，你就讲错了。都跟了我走五六年了，最后把这个道丢了，可不可怜？带着刘云明，他俩一起。被盗了，那刘云明是他丈夫啊，他媳妇说啥他就听啥，他媳妇被盗了，他也跟着被盗跑了，你现在见着他都怎么躲着你？你看是你啊，假装头往别的地方，不跟你说话了。而过去那时候，走哪他都是积极，特别积极的，但最后呢，犯了道的时候呢。就完了。上这个说，王小讲错了啊！上那说，王小讲错，别听啊！上那个地方，他在开始传这些人，有很多人是他传递教会的。一开始听我讲到，说王小讲的可好了，你叫李霞去，叫这个去，叫那个去，哎，这些人接受真道，他自己弃绝了。有没有这种现象呢？听明白没有？你听到一定要认真听，你才能明白。你不认真听，听一百讲没有用，因为你没在那道上，好不好？哪怕我听一讲，我今天就这一讲我听明白，行不行？行。其他的我先不用听，我听一个细节，把这一讲听完，听第二讲，听明白。不能乱听，乱听你能听明白吗？不能乱点呐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好，咱们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救主，谢谢。阿门。谢谢你把你的道赐给了众儿女。阿门。我们今天都是因真道生的。阿门。今天我们要长大成人，也必须接受真道。阿门。因为只有道能建立我们。阿门。只有道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阿门。谢谢天父将你的道赐给了我们。阿门。使我们今天借着你的道，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。阿门。因为只有道才能建立我们。阿门。离开了道，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。阿门。谢谢天父，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众教会。阿门。将这里的结寨家庭和教会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阿门。你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，你亲自将你的属灵的奥秘指教给我们。阿门。使每个儿女都能明白你救恩的奥秘，并且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传福音的教会。阿门。成为金灯台。阿们。成为光，要照亮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阿们。把许多人的脚步都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阿们。大大的兴起这里的弟兄姊妹。阿们。使他们存火热的心服侍你。阿们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。阿们。